哦，哦紫色的回来了，抢回来！好厉害！在我屁股上，哎、欸，哇、哦，这么远怎么被抢了？那是忍者，哎、欸，他跑得有点快、欸，忍者飞走了。这对非洲人来说真的很难玩呢、欸，对我来说，不要再攻击非洲人了。我在说我自己了，我是非洲。当不成小白脸可以当包青天。开封有个我神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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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人，狗头铡！来人，龟头铡伺候！靠，又有一个那个了。哦，装甲，来一个凤梨。我的凤梨跑超快，那个凤梨很嚣张哦，凤梨黑凤梨超快的哦，没有领先啊，那他不会飞，他是比较烂的挂，他是比较烂的挂哎、欸，哦，哇飞了，凤梨说我不演了，不演，好、啊、呀，让我进去，是要叫你个八大完了我就要投胎了，右边，不要啊，哇他直接飞啦。到底是左边还是右边？中间。为什么他们没有撞？啊，惨了！完了！可以。完了，让我进去。进。拜托，让我进去。让我啊，出去了。哦不。又压线了。来，他冲了。凤梨冲了。等等，哦，他尸体直接飞出去了。哎，他看到正，我看到正确的路在哪里了。可是。哦，凤梨又飞了一遍，他想要靠赛，但他失败了。喂，哎，凤梨到了，他刚刚有碰到线呢。完蛋，我现在中不下去，我要没了。哦，还有再往右，还有再往右。让我感受。哦，完了，我不要飞，不行，完了，完了，没有了。好，哎，到了，完了，剩一个，哎，剩一个，哎。呜呼！看一下热狗在哪里啊？这凤梨同队，我已经变成凤梨，我已经变成仙人掌了啦。已经是仙人掌哦，抱歉。哇，凤梨超快！没听到。哦，凤梨超快救球。但是好像有提进一分，是的。那个外挂好像快到哦，他是快到不能走哎、欸，他会跌倒。我看到有人把球顶到我们。等一下，那个凤梨，那个凤梨救球太强了吧？他快到凤梨，你太 over 了，凤梨快到跌不倒。哦，然后飘的。凤梨不要混了，凤梨。好扯啊！我跳到了。好像我根本就是在漂移呢。干凤梨白送，我靠！他踢进去啊，踢进去啊，踢进一球。Four guys 1725，干太白痴了吧！算了，不要管凤梨了，凤梨往哪里去我就往另外一边去了。你想要踢进去啊？干，凤梨来了，我要去另外一边。不！哎呦，凤梨超快，超快救球！啊不！哈哈哈哈哈！凤梨自己被捞进去了，那快刀刹不住。小李，最后的球就是我自己化为球。可以啊，可以，我这边，我靠！凤梨应该要负责守门吧？凤梨，这感觉超扯的。看灌篮高手了，人家被樱木花道速度吓到的感觉。Yes， 哇、哦，他的哇、哦，他一个跳起，哇，倒挂轻功，他太大力了。分然后弹回来，踢太大力了。啊，真巧。哎、欸，有算分。哦，还有一颗。真的，我去把凤梨抓住。哇，他没踢到哎！防守！哦，他连扑的那个力道都很强哎！真的哎，干到哇！太夸张了！哎呀，我没手了，他全部都自己打，我给你打掉了。哇！他隔空在扑球哎，他距离还有一点就扑得到球了。哎，等一下啦，那个凤梨踢太大力，有没有用呢？踢太大力也不行。凤梨应该抓不住他吧？他那个速度根本跑不到，抓不到他。那你小心，看到凤梨朝你冲过来，直接用跳的。
他应该就抓不到了，因为他那个速度感觉很快。他冲过来喽！125嘛，他跌倒了。重点是我要防的也不止凤梨一个人啊，冲过来了啦！干，有恐怖。没事，他我开始跌倒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我抓住他，抓住凤梨了。我帮你打他们，快走！不是，你那个感觉是只是你。哦，他跳过来，他跳过来了，他拿走了，完了，包抄他。他飞起来，他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他起飞了。他不回来了。好扯，下来了，下来了，去落地地点找他。他摔到下来了。我那瞬间离开了啦。他要飞起来，他感觉应该是跳很高。这哦，他撞到就会跌倒，但他太快。等一下，这样怎么抓啊？太快了，还要起来，起来啦！这个人看他的落地点呢、欸。对，人看他落地，哇！你要人？管跳了！有机会，有机会啊！差点倒着都可以滑，他连滚都很快、欸。哎呀，差一点！靠！他飞走了，差点都能滑这么快，为什么、啊？哎、欸，他过来了，有机会哇！可恶！有机会，有道理啊！有格子，哇，又跳到对面去了，哇，干嘛那不记得，这太夸张，哎呦，有机会，格子，就抓到了，哦，超车，我有一百多，一九，没有检举啊，没办法检举他，可恶，可惜。为什么看到那个鬼鬼要跑去先入墙壁一下？因为有人听说有人抓旁边可以爬上去，那应该是要被挤上去，是不能抓。对啊，不能抓。敢抓？敢抓？靠！我今天超级敢抓蟑螂的小朋友是这个非常勇敢的、啊。靠腰，来完了！哦，中间怎么会是关的？哇、wow, 哦！你看我那边，哎，还有关的哦，我第一次看到哎。那边哎，我再下去了。第一次看到这个，我下去了。还有光人的。看到这个我就是很害怕，因为有可能会有关。是秀康吗？哎、欸，是我吗？第一次看到，我还在啊，我还在。哦，秀康跟鬼，秀康跟鬼鬼都还在。不怕不怕，有鬼在。为什么？还久、哦。为什么？快走！哦，完了完了，跌倒了！为什么？可以！哦，连环跳，连续！为什么？哇，一直被撞倒！哇，被拉了！哎、欸，我慢了！哎、欸，怎么变慢了？消防被撸下去，中间变慢了。不是，我刚刚被卡住了，一开始跳不起来。哎、欸，所以鬼鬼还在、啊，我还在，我这边一直被拉、欸，危险。前面一点。完了，那个紫色帽子的很会抓、啊。哎、欸，过了。你先请。你先请。哎呦！哦呦！哎呦！给你钱，你快走！钱给你，你右边右边，来，你先请。真的吗？给我钱，拜托。你先请。如果给我钱，我要先走，那我要先走，快给我钱。完了，大家不走了。开启懦夫模式。啊！我被推走了。哦。喂！哎、啊，他们还在慢吞吞。他们不敢往前。喂，哎、欸，这里。哎、嗯、哎、欸，你要直接跳过去了，鬼鬼！你要直接跳过去了，鬼鬼！你要直接跳过去了。可以。哎、欸，他那个人怎么滑？他怎么滑？大家都不过去了。哎呦！来了！直走！关键阶段！不是，左边！哦！鸡！有！我这个鸡鸡很，他那个是鸡鸡很有勇气、嗯，真的。他第一名是他应得的奖励。啊，他忘记怎么走了。这只鸽子忘记怎么走了。这只鸽子忘记怎么走了。鸽啊！没关系，我教你一些方法，就是你把尾巴放在自己身上，然后不要让他们抢到，应该就 OK 了。嗯，好，对，了解。而且你尾巴，而且你真的有尾巴了。啊，我有尾巴嘞、欸，真的耶！跑！对，有尾巴了。
可以，稳的稳的。哦，有一只鸡在守株待兔，等着你掉下来。哎呦，稳稳，鸡来啦！哦，鸡来啦！哎呦，有鸡！哦，紫色的回来了，抢回来！好厉害！在我屁股上，哎，哇，这么远怎么被抢了？那是忍者，哎，他跑得有点快，忍者飞走了，忍者飞走了，忍者会飞，哇哦！警告了一下，哇哦！难怪之前就觉得他那个怪怪，很影帝耶，不演喽，飞去哪了？我操！他会掉下来吗？他不会掉下来，我看他的视野。好扯啊、哦！我就在看你们几个在一二三。好扯啊、哦！他在天上，他在天上，他在天上飞。他是一个大字型，天空飞，我操！他所以他真的飞到最后一秒就赢了。对啊，对啊。看要不要最后几秒下来停一下、啊？嗯，那他已经会有六道仙人之术了。没关系，鬼鬼已经是名誉上，耶，名誉，大家一起在中间玩，开心玩，开心玩。光是你刚才那个走位，你就可以。耶，他已经飞到火国圣愿称你为最强，真的。覆盖八九一七，八九一七，